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05页最后一行，宝莲佛光第20页，念老为我们简单介绍这一篇经典内容。本品显示阿弥陀佛各种宝莲，就是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，是夜夜有微妙色光，每一朵莲花都有光。夜夜光中啊，又现千亿佛，这就妙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每一个光中啊，现千亿佛；每一朵莲花呢，现光。现这个微妙色光，光中啊又现佛，现多少佛呢？千亿佛。这显然不是一个数字，表无量。千代表圆满，无量无边诸佛都在光中出现的。夜夜佛说妙法，这些佛在光中做佛事，佛事这两个字必须要简单解释一下。现在佛教里面大家都听说这寺院里头做佛事，这佛事是什么？法会、超度，做这些事情，这不是佛事，这是现代的佛事。释迦牟尼佛时代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业，那叫佛事。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事业是什么？是教育，是教学，
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他要不出家了，他继承王位，他父亲是国王，他出家了，放弃王位，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去干什么？他去出家，他去修道。世间人对于富贵想求求不到，他是已经得到了，把它舍弃掉。苦行僧的生活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的，他乐意接受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晚上在哪里休息？在大树底下打坐。依照戒律，休息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中医，印度人把一天，我们现在24个小时，印度人在那个时候一昼夜只60，白天3个时辰，晚上3个时辰，白天叫初日分，日就是日月的日，初日分，早晨6点到10点钟，这4个小时是初日分。从10点到2点是中日分，2点到6点是后日分。初、中、后，夜晚也是如此。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，那么睡眠是中夜分，就是晚上现在我们10点到2点钟，这是睡觉的时间，休息2点就要起床。每一天休息就这4个小时，他要过这种生活，磨练自己，帮助自己身心世界万缘放下，让这个心定下来。佛法的修行无非是戒定慧，戒就是规矩，这种日中一时、树下一宿都是属于戒律，必须要遵守的，这样才能放下烦恼习气。为什么要修定？佛法修行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是求这个。诸位要知道，这求智慧，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所以向外求不到。向外求的是知识，
向内求的是智慧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行。啊，知识它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，智慧没有，智慧没有局限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古圣先贤在家出家，他们学的都是智慧。啊，出家是学高等智慧，在家也如是。啊，中国人没有出家这个概念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就称圣人、称贤人。圣人就是佛陀，贤人就是菩萨，君子就相当于阿罗汉，名称不一样，道德、智慧、学问是相同的，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啊。所以古时候社会跟现在不相同，古时候社会是安定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我们今天是乱世，科学技术不能说不高明。啊，发明许许多多的技术，古人无法想象。啊，这是知识的产品，不是智慧的。智慧需不需要这些科学技术呢？不需要，比科学技术还要高明。啊，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，我们比不上它。啊，这就是求知识比不上求智慧。这一桩事情，现在的人能理解的不多，能体会得到的就更少。啊，古时候不一样，200年前的人知道。啊，说明我们把传统的文化丢掉200年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么有人读历史，200年前，19世纪，18世纪，啊，19世纪，科学兴起来了。这个机器制造业有了，18世纪的时候还没有。啊，是中国雍正、乾隆的时代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啊，19世纪衰了。啊，嘉庆以后，道光，啊，咸丰同治，清朝国力
衰退了。什么原因衰退了？太平盛世，养尊处优啊，把佛都想尽了。乾隆号为十全天子，在历代帝王当中，福报最大的。做了60年皇帝，还做了4年太上皇。寿命长啊，80多岁走的。易经上所说，盛极必衰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国真正懂得的人，盛的时候要做大功德，要做大好事他就还继续是兴旺他不会衰退。谁做到了？永远不衰，极乐世界做到了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天天教学，时时刻刻在提醒大家了，这大家才不会堕落。天天精进，永远不衰不退转。所以说到最后都回归到教育只要教育办得好，人人都能够守规矩，都能够守法，都能够遵守伦常道德。像佛法里头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六度十愿，那这个国运永远不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今天世界乱了，人心坏了，许多人在问怎么办，还有救吗？我遇到不少人都谈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中国过去3000年没有今天社会这种乱象？历史上没有。纵然说是动社会不好乱了，比现在要好很多倍。我相信诸位冷静地回头去想想，1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相比怎么样？10年前好啊，现在比不上啊。再10年前，比10年前又好。
啊，我是1977年从台湾到香港讲经，那个时候香港人的风气好，值得尊敬，非常可爱。啊，现在看不到了。啊，你路上迷了路的时候，你问人家不理你。10年前不一样，你问路，人家是你初到香港来，你不认识路。他带你把你送一程啊，有这样的人情味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理你啊，你给他打招呼他不理你，他觉得很奇怪。那么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，大家能看到的啊。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，这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，啊，他是1975年往生的，85岁，历史哲学家。他告诉我们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就是现代。21世纪，什么问题？社会动乱，人心坏了，地球上灾难很多，怎么办？啊，汤恩比告诉我们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，大乘佛法，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。我们相不相信？没有人相信。啊，有少数人相信，相信里面带着怀疑。这个问题真严重啊！孔孟学说真行吗？真行。为什么？圣贤的教育，这个教育在中国推行3000年，没有出问题啊！3000年中国人都遵守伦常道德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没有人不知道，没有人不奉行。你要不奉行，你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处，别人见你不理你。啊，那是中国人基本的人格。啊，现在
全没有了，五伦没有了，五常没有了，四维八德全没有了。问题出现了，怎么救？还要把老祖宗找回来就有救啊！不找回来没救，连外国人都要找中国老祖宗。啊，中国人不相信，外国人也不相信。我在英国，在剑桥大学，在伦敦大学，跟他们中文系的同学、教授做过交流，我就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话是英国汤恩比说的。汤恩比出生在伦敦，我问这些事，汤恩比的话你们能相信吗？啊，他们对着我笑，不说话。我等了半天没下落，然后我翻过来说，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？也没人敢说话啊！最后是逼着我，我不能不说，我只好告诉他们：我说，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，我给你回答的是非常肯定，告诉你，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。完全正确，你们为什么不敢讲话？你们有怀疑，我知道。啊，要是我在你们时，我也怀疑，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好，为什么中国人不要，你们还要到我这儿来留学？这就值得怀疑啊，对不对啊？他们笑起来。啊，为什么又不敢否认？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，世界知名的学者，不敢反驳。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心态？是。啊，那为什么我能相信？你们不能相信，中国近代200年的历史，我知道啊，一半是我从这走过来的。啊，为什么丢掉的？啊，不是中国东西不好，是不学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要认真学。不是这样啊！啊，唐太宗学习，大唐盛世，连伦敦还有唐人街，啊，满清，中叶以前，认真学习啊，帝王带头啊，盛世。啊，康熙60年，雍正13年，乾隆60年，啊，嘉庆的初年，清朝鼎盛的时代，啊，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，他真干。啊，后面这些人不干了，不学了。啊，特别是慈禧太后，
啊，大概他书念的不多。啊，他掌权的时候，咸丰死了，儿子很小，他做太后，垂帘听政，他掌权了。对于儒释道轻慢。啊，对于这些大臣，有学问、有德行的，没放在眼上。遇到困难问题，他伏鸡伏卵，他相信鬼神，这样亡国。所以，这个历史你完全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才晓得。这个世界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原因，你明白了啊？拯救呢不难，把古圣先贤东西找回来就有救啊。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找了，在讲传统文化了。传统文化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圣贤教育目的是把学生教成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中国人说的圣人就是佛陀，说的贤人就是印度人讲的菩萨啊，说的君子就是印度人说的阿罗汉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看到古籍圣贤留下来的典籍，跟佛经一对看、一对比，境界相同啊！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《法华经》。《普门品》里面说的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随类化身，应机施教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中国人喜欢圣贤，现圣贤身；印度人喜欢佛菩萨，就现佛菩萨身。啊。欧洲那边喜欢基督，喜欢真主，喜欢上帝，他就现这些神，是一不是二。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找得到？啊，像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儒家的。啊，在佛法里，三归五戒相同啊。你在他们那些经典里也有啊，啊，讲孝顺父母、尊重师长，通通都有。所以众神是一体，宗教是一家，啊，宗教这两个字，很多人迷惑，什么叫宗教？啊，一听到这个名词，宗教是迷信。啊，宗教什么是迷信？迷信怎么可能出现太平盛世？在中国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出现，政治清明，人民生活幸福。啊，国家富强，人民安乐。啊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啊，我们必须把这些名词术语意思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能产生误会。啊，看到中国的老祖宗他们的智慧，把这种活动这种教学称之为宗教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宗什么意思？咱们再看看字典。中国这些名词含义很丰富，最重要有三个意思。啊，宗有主要的意思，重要的意思，遵从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每一个姓氏家里纪念祖先的这种建筑称为宗祠，这种主要的重要的啊，尊崇的年千万年前的老祖宗都念念不忘，这个人他就会孝顺父母，啊，是祭祖，是充实孝道啊，落实孝道。啊，不忘记祖先的。啊，那么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两个字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那你不要就完了。啊，汤恩比博士他上面还加两个字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。好啊，那现在这意思都不懂了，称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宗教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愚民政策，就完了。啊，汤恩比说得好，人类的历史啊，这可以做见证，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文化，文化跟文明是从宗教里面生出来的，延伸出来的。如果说没有宗教的这个文明，他说顶多200年就灭亡了。中国传统绵延了5000年没灭亡，是什么？有宗教教育，儒释道三家都是宗教教育啊，这个根没有断呢，所以能传这么久啊。啊，那再看看世界的古文明，四大文明古国，其他三个灭亡了，你去研究研究怎么灭亡的，就是宗教不再相信宗教了。啊，宗教没有了，文明就衰退了，到最后在地球上消失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
啊，再看看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宗教教育的重视，啊，一直到晚清。啊，晚清的晚年，慈禧太后搞密信，这对国运的影响非常大。啊，管理佛教、道教的，皇上自己管；儒家这一支，交给宰相去管。啊，他是用儒治国，用佛教化老百姓。皇上亲自掌握，用道教这种仪规祭祀祖先、祭祖、祭祀天地鬼神。这皇上全用上啊，儒治国，佛化民，教化老百姓啊，道祭奠，通用上了啊。道家重视因果教育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讲得非常仔细。啊，佛法究竟圆满，让你看见的，那是什么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自心所变现的。他没有说是哪个神造的、主造的，没有。六祖坛经，很多同学读过。六祖开悟最后一句话，说的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极乐世界就是自信能生的万法，纯净纯善，没有丝毫染污，所以极乐 啊。那我们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是自信能生万法。是他自信的，没错，但是上面加了个东西在里头，他个附带的，附带的是什么？唯识能变，它产生变化了，啊，自信所生的，它没有变化，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。没有变化，没有生老病死苦。我们这个世界人人生到这个世界来，现在母亲怀孕十个月，那苦不堪言的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它不是胎生。莲花化身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坐在莲蓬上啊，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，你看到化了，你爬上去坐在莲蓬当中，花合起来了，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，再一次花开见佛，你的
身心全部改造了。就在花里面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用48愿无量功德把你塑造的身相像什么样子，跟他一模一样。佛的身相是个标准，往生的人跟他通通一样。那我们怎么能认识哪个是佛，哪是众生？人相貌都一样，高大的也都一样。能认识，因为你有神通，你有智慧，你不会认错人。相好，光明，神有84000相，贵相、好相的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，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有84000诸佛如来在那里讲经教学，做佛事，在做佛事。真妙啊！我们要知道那汤恩比说过了，孔孟修说可以救现代社会，可以救国家，可以救全世界。儒家的典籍很多，从哪里读起？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就没有人能够读得完。我向商务印书馆，他第一次印的时候，我给他买了一套。总经理告诉我，这个书，假使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会读，读了100年还没读完，一天读多少时间呢？读10个小时。100年呢还没有读完，你就知道这分量多大。佛教的大藏经浩如烟海，怎么读的？唐太宗治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27岁做皇帝，那么大的国家，那么多的人口，怎么办？他找了几个大臣，就从这个全书里面，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2500年，历代这些帝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些文字记载通通在典籍里头找出来抄给他看，这就是群书之要我们这里两套摆在这里，这是一套，不是两套，就靠这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。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，印刷书宋朝时候发明，宋以前的书通通是手写的，所以分量不多啊。
只有文武大臣啊，他才能看到。他们看到要讲解给他的部属听，啊，等于说给他的部下的时候要上课，啊，要教导他们，全靠这个。啊，这一部书是四库的精华篇，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。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需要，地方领导人都需要，工商业的老板也是领导人，他们也需要。啊，那么全书50卷，也不是一般人都能读的。啊，怎么办？急着要用。啊，我在马来西亚，2位首相都告诉我，赶快翻出来，他们想看。我想了个主意，叫360。在这套书里头，我们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，选360小段，编成一本小书，给他们。啊，他们不懂中文，翻成英文，看到了，非常喜欢了，当宝贝呀！啊，天天在学习，好现象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360出了第3册了，我估计要出8册，就出去。啊，一年只能够完成1册，啊，1册多一点，还估计还要5年才能完全翻出来。啊，这个现在有英文的翻译本，有德文的一本，法文的一本，西班牙语的一本，啊。俄罗斯文的一本，韩文的一本，日文的一本，有这些种一本。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国家他们使用的文字统统翻成，让全世界人都念这部书，都研究这部书，啊，都能把这部书的教训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中国的文化统合全世界。别的国家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心量不够大，中国人的心量大，能包容。啊，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。佛教是印度的，到中国来，中国人尊重，啊，不但没有排斥，而且完全接受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啊，中国本土文化融化了佛教文化，三教成一体。三教是一家了，这个非常难得啊！这是外国人看到欢喜啊！啊，他们做不到，他们保存他的，别人的不同的，他把他丢掉了，不准你学习，让他自己灭亡了。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，好东西他统统融会贯通。啊，这个是由5000年历史来做证明。啊，这个证明就是佛教经典
梵文写的，梵文是拼音的文字，拼音文字有缺陷，二三百年之后人就看不懂了，为什么？言语变了，看不懂了。像现在欧洲，欧洲人对于他们的祖先三百年前写的东西现在看不懂，跟中文不一样啊。中文是用文言写的啊，中国老祖宗知道语言会变啊，文字不会变，叫文言不变。所以凡是要传给后代，传几千年万世，一定要用文言文来书写啊！你只要学会文言文，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珍宝全是你的受用，你受用不尽的啊！所以一定要用文言写。那么佛经到中国全部翻成中文，翻成文言文，原书呢，原书不要了，没有一本 一部书流传下来。我初学佛的时候感到很惊讶，为什么会这个现象，原本为什么不留下来。我的老师方东平告诉我，原书没有用处了，为什么？意思翻得完整，没有翻错。中国的这个文字比梵文好，梵文这个几百年之后就没人懂，文言文是每个人都懂得的，各国人都能够读的，这个文字好，所以文言文要提倡。希望，我是希望20年、30年之后，能够变成全世界所通用的文言。啊，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好东西，通通翻成文言文，才能永远的保存，不会变质，不会让后人错解意思啊！这是这个全世界是中国独有啊，任何国家族群都没有这种工具啊，这是文明的载体。不能不学啊，欧洲瑞典是个小国家，有一个学者啊，在中国教过书，高本刊啊，他在晚年告诉人，中国的汉字不能改，汉字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智慧啊，智慧的符号，它是叫你看的，不是叫你听的。你看就明白了。啊，拼音的文字完全靠听，中国这是靠眼睛看的。表意的文字，不是表音的，有它独特的优点。啊，这汉字不可以改，文言不可以废除，经书必须要读。欧洲的汉学家，他研究中国历史，研究中国文化，
啊，热爱中国。他说如果真有轮回，他下一辈子想到中国来投胎。宝啊，在中国要认识啊，四库全书是宝啊，它能帮助你自己一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你要不要？它能帮助你一家和睦，家和万事兴，它能帮助你事业顺利，能帮助社会安定，能帮助国家富强，能帮助天下太平。世界什么宝能帮助得了？这个东西能帮助。啊，这个放在此地的20次，唐太宗挑选出来的四库的精华。啊，有这一套就够了，你全通了。啊，儒家重点重主要的，宋朝朱夫子所编的四书，啊，早年方老师介绍给我，啊，他原先是介绍华严，佛教的，啊，华严经是佛教概论，啊，佛家所有的宗派典籍，通通在是华严里面流出去的，华严是佛教的根本，叫成根本法论。有理论，有方法，还带表演。表演就是53参。老师告诉我，哲学概论在全世界没有一种概论能超过《华严经》的，他编得太好了。啊，朱夫子，我相信他读过《华严》。应该从华严里面得到启示，他替儒编了个概论，味道很像华严，是什么？四书，四种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。大学是方法，是戒律，中庸是理论，是哲学。论语、孟子就是53参表演。你看，夫子如何将大学中庸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落实在自己工作。待人接物，他做到了，做得非常圆满，成圣人。啊，孟子也做到了，也落实了。啊，做得没有夫子那么圆满，贤人。啊，称孔子为至圣，称孟子为亚圣。比孔子低一等就是亚圣，所以儒家讲孔孟啊，佛法讲佛菩萨了啊，那么你就晓得四书多重要，佛是华严，儒是四书，有这两样就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啊，那么要更简单的佛法
华严的分量还是很大了，比这部书还大，大很多。啊，那还有一个中本华严、小本华严，我们就有救了。中本华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是佛法里头的精华。这个里面有圆满的佛法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全在这本书里头，不多。所以我们要想学学佛，我要精华篇，又要完整，啊，不能漏掉的，这部书最好了。啊，小本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，啊，那个太简单了，啊，意思全有了。哎呀，内行人，外行人很困难。啊，要内行人，啊，读过华严，读过无量寿，再受持阿弥陀经，很好，全报告了。啊，如果要没有学这些大经、大论，这小本阿弥陀经，你看不出它的好处，看不出来。啊，有大本的基础，才能看小本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你看品题上黄念老为我们透的信息啊，一叶光中显千亿佛，一叶佛说妙法，说给谁听呢？你看安利无量众生，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，这是什么？这到极乐世界你就 见到了，你就得到了啊！极乐世界很容易去，可以说这个世间人人人都有份啊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遇到，遇到相不相信，相信了愿不愿意去，如果愿意去，没有一个是漏掉的，这真的好处啊。啊，学明白了，学清楚了，对这个世间看法不一样，完全不相同。啊，怎么个看法？像庄子所说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整个宇宙是一个自己，这叫什么法身啊？契入这个境界，就是证得清净法身。像整个宇宙是自体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全宇宙。”一样都没有漏掉，啊，圆圆满满、完完整整的宇宙，跟自己一起。所以，同体的慈悲心生出来了，你自自然然爱一切众生，爱花草树木，
爱山河大地，就像爱自己的身心一样。这是什么人？这就成佛了，这就成圣了。西方人说成圣，中国人讲成圣，印度人讲成佛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报莲。这一段讲莲花了，一共分六个段落，宝莲就分六个。第一个，宝莲周边，经文，又种宝莲花周满世界，极乐世界的莲花到处都是。美不胜收，清净无比。注解里头说，文中受名宝莲，赐名莲光中佛。宝莲光中显佛像。于宝莲中又含六义。第一个，宝莲周边各种，这是第一个。告诉你，到处都是的。第二，莲叶的数量，我们这个地方的莲花。花瓣不多，而且花瓣很大。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，有一点像我们的菊花一样。菊花花瓣细长很多。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，细长。所以说，这个佛的眼睛。像莲花瓣一样，那要是我们世界这个莲花就很不好看了。极乐世界莲花这个花瓣细长，我们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第二段是夜夜宝花，就是莲花。百千亿叶，这一叶很细长啊。百千亿，百千亿这么多，一朵莲花这么多的叶，跟我们这边不一样。叶朵，我们再往下面看经文，其花光明。无量众生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也然。那么这是举六个例子。举六个例子。我们看见了的注解，光色无量，莲花本体就是光明。这是什么？自性里面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莲花。自性里头本具的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所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
自心的本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只要明心见性，在这个世界没办法，环境干扰太大了，我们没法子得定，没办法见性，不得已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的环境好，通通是助缘，没有障碍啊，人帮助你成就你，一切万物也是帮助你成就你啊，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生活的环境，到那边去成佛，这就对了。那么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成就极乐世界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人啊，脱离一切修学的障碍，到一个无障碍环境里面快速成就弥陀的本愿呢，我们感恩呢。啊，具体报恩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满足阿弥陀佛的愿望。啊，所以莲花本体就是光明。故曰其花光明。又莲花色类无量。啊，这里举出青色、白色、啊、玄色、玄色、黑色的、啊、黄色、朱色是红色的、紫色的，此六为例，一色无量。啊，举几个代表。啊，来代表啊，极乐世界。七宝池中所现的光色无量无边呢。啊，青色的莲花放青色光，白色莲花放白色光，玄黄珠莲以各放其本色之光，故云光色俨然。啊，它的光明色彩跟花体是相应的。下面第四段，妙宝庄严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珍宝的世界。啊，佛有无量妙宝，百千摩尼，应是真奇。明耀日月，妙宝庄严，有无量妙宝，百千摩尼。摩尼是印度人称之为宝，摩尼宝。啊，庄严莲花了，诸宝皆是。真奇稀有，故曰真奇。这个地方含摄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珍宝。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宝石这些名称，要跟极乐世界珍宝去比太粗糙了，好像有一点点像吧，
不能为彼也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实实在在叫我们把这个世界一切珍宝舍掉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受用真实的珍宝。这两个一比，我们这个珍宝假的，那个地方真的。而且那个地方真并不珍贵，我们这个地方稀有就珍贵了，那一边太多了，随心所欲啊，想要什么它就现什么，那不想要的时候它就没有了，不会造成落俗，不会造成染污。这个事情诸佛刹土有，比不上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之前用五界的时间到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参修，诸佛刹土里好的统统要，不好的全不要。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真善美好的大乘啊，好东西都在极乐世界。因为我们如果留念这个世间的珍宝，极乐世界就不能去了，去不了了。你心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，障碍你念佛往生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你心里所想的，所要的，所欢喜的，极乐世界全有，超过这个世界。千万倍都不止啊。啊，你看我们这身体怎么能跟极乐世界人比啊？第一个，我们每天需要饮食才能维持生命，极乐世界不需要，它是法性身，我们是物质的身体，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啊，四分里面是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就是染污。体不清净的，阿赖耶是妄心的，有烦恼，有习气，啊，有贪嗔痴慢疑，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不但没有烦恼，习气都没有，啊。大乘经上常说的自性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这一句。那我们修行修什么？把这些东西放下就成佛了。放下执着啊，于一切法当中不执着了，就证阿罗汉果。放下分别，就证
菩萨了，菩萨平等，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有分别就不平等啊，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所以他的清净心啊，菩萨呢，菩萨不分别了，他的平等心，平等比清净高啊。佛呢，佛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觉了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，这是佛法修学三个等级，最高是觉，其次平等，再其次清净。不放下心就不清净，彻底放下，让清净心现前。那怎么念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不执着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阿罗汉。不但不执着，连分别心都不起，那这个人是菩萨。啊，再往上提升呢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佛。啊，言在色，色尘；耳在音声；鼻在香嗅；啊，舌在五味。身在触，啊，接触外面就一切万物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是佛；不分别，菩萨；不执着，阿罗汉。修什么？就修这。用什么方法修？方法很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方法太多了。净土宗念佛的这个法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你只要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，就决定生净土。这个法门妙啊！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我们这里有一张，这一张照片是海贤老和尚。啊，他是2013年，就是前年。2013年1月走的，112岁啊，年岁虽然这么大，他的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每一天在田里面工作。农民出身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20岁出家，师父看中这个人。这个人的优点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圣贤学问就需要这样的人。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他能成就，成就他能成佛啊，也就是说他可以修道见色闻声
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他真做到了。啊，做到这一点，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慧能大师是个好例子。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他有智慧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他修学的程度可以说跟慧能大师是平等。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，能大师是顿超，这在中国历史上，能大师过去没有见到过，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再看到第二个顿超。一天就开悟啊，真开悟了。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说的样子，他是见悟，他不是顿悟啊。师父叫他念这句佛号，我看他的光碟，看他的这个勇士气，我感触到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，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他得到啊，得到这个信息，这是念佛功夫最浅的，虽然最浅，保证你往生啊，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来啊，或是在定中，或是在梦中，你见到佛了，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等你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啊，预先告诉你，你心就踏实了，心就定了啊，决定的生净土。那如果没走啊，再提升5年到10年，提升到四一心不乱，等于阿罗汉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是13代方便有余度啊，高了，地位高了。那再念到礼业心不乱，顶多40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，法身大士。啊，跟慧能大师一样。啊，这个时候他什么都通了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啊，他们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们有一样不通的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所以说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全通了。问题在个通，所以佛法的修学叫你读经念经，念经干什么？念经是修定啊。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就成你所好，你喜欢读书，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修禅定啊。怎么修定？读书，字没有念错，句子没有念漏掉，没有念颠倒啊，什么意思？完全不离经里头，没有意思，
啊，不要去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打妄想。修定你再加上妄想，这定不能成功。不可以妄想，就是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念多少呢？念1000遍。古人讲，读书1000遍，其义自见。1000遍念了之后，这个书里什么意思，自然明白了。无师自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先前有2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刘素云去世，就念无量寿经，一天念10几遍。念了多少年？20年了。他通了，真通了。有很多他没有看过的经，别人拿来找他，向他请教，他都能讲得清楚。那还有一位，北京胡晓林居士，很多人都知道他，他来告诉我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1000遍，其义自见。这4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自己做了实验，6年的时间，他专读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就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念了3000遍。第1000遍念完的时候，这个论里面的意思大概他都懂。啊，没有看过注解，也没有人教他，他懂。第2个1000遍念完之后，深入，啊，有深度的了解，意思更广泛。到3000遍。念完之后，可恶了。啊，学佛没有老师行不行？行，能成就。释迦牟尼佛没老师，他49年讲这么多经，谁教他的？他跟谁学的？没有。这个要知道，为什么见性呢？自性里头流露出来。华严自性华严，无量寿自性无量寿，啊，字字句句无量义，啊，真正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字字句句无量义。啊，大悟的人呢，这一部经无量义，啊，小悟的人做不到，啊，大悟的人菩萨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开悟，开悟的秘诀就是禅定。啊，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。禅定是什么？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那就是自性本定，就算智慧。啊，所以全教菩萨可不行。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，啊，别教初地以上脱离十法界，那是大彻大悟，全通了。全教菩萨通一大半，没有完全通。啊，他必须还要向上提升。
这个重要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学佛最忌讳的是妄想、杂念、分别执着。啊，妄想杂念是迷惑，不能见性。啊，他没有造业，分别执着造业了，造什么业？轮回业。分别执着善，感的是三善道；分别执着是不善，感的是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是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放下执着，就脱离了。放下分别，就出十八界。就到一真法界去了，生十宝庄严土啊，那是这个经上上辈往生啊，上辈里面也有上中下三品啊，上品八地以上啊，中品初地以上，下品初地以下的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样样都有，样样都现成的，叫你起什么念头，我什么都不要带，连这个身体自然生变化也不要带啊！这个身体是到莲花里面，我们讲了起化学作用，我们坐在莲花里头，莲花一合就起化学作用，时间很短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莲池里头，就成功了，就成就了。等到你自己圆满成就，花自然开了，花开见佛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人加持，加持加持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，阿弥陀佛能做的你也能做了啊，不是你自己修的，阿弥陀佛是自己修的，我们是托阿弥陀的福报得他老人家加持的啊，没有他加持我们做不到啊，得佛的加持得这么样的圆满啊！如果你有怀疑，怎么样断疑让我生信，我有个方法告诉你，你把这部经念上一千遍就相信，再念上一千遍你就很想我生啊，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，真妙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幕后这一段里头，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：四者，妙宝庄严，由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庄严莲花珠宝
皆是正气，故曰正气。此诸珍宝方无量光，光具众色，色复生光，互因互实，故曰因实。明朝日月，故曰明耀日月。这耀是超过的意思。念老用观经的经文为我们作证，观无量寿佛经上说，一一业前就是莲花有业啊，这个地方是讲花瓣啊，一一业前有百亿摩尼珠以为饮食，夜夜摩尼珠放千光明啊，这个是观无量寿经上说的，跟释迦摩尼佛在无量寿经讲的是一样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，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有很多人反对，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总是有麻烦。如果他做注，完全用自己的意思出，纵然没有注错，别人也说他错。啊，你是个在家居士，你有什么资格注这个经？过去注这个经都是祖师大德，现在人不服气，现在人真的是鸡蛋挑骨头啊，无事生非呀。为了避免这一些，世界他老人家用脊柱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佛在经上说的，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这部经，每一句你看刮胡出处，让你知道是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观经佛说的。啊，字字句句的时候都有出处，用这个来解释。啊，所以经。莲公会议的经，真经，啊，在大陆上，弘宁法师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也是举了许许多多的例证，说明这个经是真经。每一句、每一个字，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。没有敢改动一个字，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注解是一切经论里头选出来的，祖师大德著作里面挑选出来的，决定是真知真见。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啊，这样才能得到真实利益。
啊，我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所以我就选这种。啊，我这一生后半辈子就讲这一部经。啊，学校要请我去开课，我也只讲这一部经。我的课程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就是用夏莲宫的汇集本。啊，也就是采取念老的记住。啊，我开这门课，想学佛教的，啊，我把这一部书看作是佛教概论。佛教概论原本是华严经。华严经太大了，这是中本华严，那就是中本佛教概论。啊，把佛教的这个宗派统统包括在其中。啊，特别是念老的注解上写得很清楚，很明显。啊，下面第五段，莲花大小，啊，这个是一看就能理解。比莲花量，量是大小，啊，和般有心，和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心。注解上，宝莲之量，从般有心到百千有心，大小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？往生的人念佛的功夫不相同，啊，功夫差一点，莲花就小一点，啊，功夫深的人，功夫得力的人，莲花就会大一点。所以我们要争取，争取什么？争取大莲花，啊，争取光色美好的莲花。不要这个世间不要争，这个世间要争的话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啊，这个世界都放下，他们要争都给他们，啊，我们都不要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这样才好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